大家好，我是骆姐川。看我的头上是什么？别看它只是几张简简单单的卫生纸，它的名字叫纯欲发型。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是因为我出差没有带发饰的原因。但是今天有点倒霉哈，就是在下雨，我都不敢出去，万一它湿了就惨了。众所周知 ，CP28 是中国最大的同人展，所以大家猜一下，来 CP28 会干什么呢？是看腿子？看我的吧。还是买本子呢？大家弹幕猜一下，正经一点，我是那种不正经的人吗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众所周知，二次元的阿宅们大多数都是单身，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帮阿宅找到女朋友。小哥哥，你有女朋友啊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乐观开朗，积极向上。我不乐观，我不开朗，我不积极向上吗？那我走。CP 怎么都是有 CP 的？主要是没 CP 我大概也不会来。就是他在侮辱我，他在内涵我。你有男？哎，可能你长得太像有男朋友的人了吧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我。你在侮辱我，我觉得。啊，你要这么说也可以。我其实接受的是开放性的。那你男朋友在哪？后面，那位。戴口罩的吗？对。他有一点娇羞啊。相对比较内向。好像现在在古圈也流行这种攻受搭配吧。我觉得我跟他甜蜜的事情就是办公室恋情。是我想的那种吗？你想的是哪种？本子上的那种。我虽然接受开放式的恋爱，但是并不代表我要看腐向的本子。各位大大们，这个可以写进小说了。今天那么大的 CP28，只有我一个人单身吗？那你也单身吗？你呢，大人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有纸片人老婆呀！哎呀，快说你没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承认一个问题有那么难吗？我单身，我单身，我单身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漂亮、善良、善解人意、小清新、温柔的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在说我呀？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。雨然，你自信一点，真的不是你。不要当着镜头的面。我跟你说，转身放眼望，哪个不比你强？啊？我看不到呢。附近怎么就只有我一个女的？你是不是今天我台中压到你睁不开眼了的啊？你还能给我介绍到的？对啊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找到女朋友。哦、真的？对啊。哦，不算，你还挺可爱的。你刚刚还推了我两下。没有，就是自然反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讨好我。你善良可爱，善解人意又漂亮。快走，快走了，快走。大元。等我。我看他能拍出个什么花来。大元。大元。干嘛？难道三次元的女朋友？不香吗？有这么多偶像陪着我，还有什么朋友？离我远点！明明是我的老婆，好不好？拜托大佑，你们跳什么舞啊？红团的那个心动逐梦人。哇，那我不会，我只会 L 的，就是Muse， 对对对。我出的是扇子，出的是花丸。那他们有什么性格特点？比较中二。模仿一段吗？我可以摆几个 pose。花丸是一个比较害羞，然后喜欢读书的一个女孩子。那跟你平时像不像？不像。那为什么你会出她呢？因为她可爱啊。我是主推拉拉 Muse。我也是。有玩那个游戏吗？当然玩，当然玩。厉不厉害？我是菜鸡。我们菜鸡。我也是菜鸡。你是过来看 Love Live 的？是的。那谁是你的老婆啊？小鸟。看到你老婆激动吗？她的衣服、外套。会跳里面的舞吗？在学。下色笑容弯图 jump。原来你喜欢有装那趴啊？啊，不是，但是我喜欢那个舞，主要是那个夏天跳的舞。喜欢那个舞，不是喜欢舞。是这样的吗？我不信。怎么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都 CP 来了呀？你之前有吃黑蒜吗？没有，还挺好吃的。还甜的耶，好吃。其实他偷偷私底下特别喜欢吃黑蒜。不是，这条要辟谣。好吃。那你最喜欢的是？我其实更喜欢慧心。懂得都懂。做几个代表会长的动作。好了，秀姐姐。空に羽ばたく大きな強い翼。
怎么啊？我不行吗？人偶像起码是个几线明星嘛，你怕是有四十多线啊？四十多线那也是线呀。四十多线都到地府了，大哥。那差不多呀，他根本都不懂。但是我有 Love Live 手快偶像养成 RPG， 用策略与应用的玩法相结合，让玩家和三代学员偶像一起完成最棒的公演舞台，知道吗？最棒的公演舞台是我跟他们一起完成的。三代偶像。对呀、啊。站点，我链接发我，你配吗？你是善良可爱、善解人意又漂亮的骆九川，好不好？我这私下悄悄的给你。